蔣麗芸議員，唔該，主席，我首先都要申報一下，就係我自己個人啱啱喺過去呢一屆嘅奧林匹克呢個數學。國際比賽的時候，我是以私人名義贊助了出去參賽的十多位同學的獎學金。我贊助他們，就最主要我認為就數學對我們現今香港的未來發展和對我們年輕人新一代是非常重要的。雖然我贊助是可以這樣說，亦都不是說有任何的回報，但我覺得這件事對我們下一代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今天亦都很多謝葉劉淑儀議員就提出了這個動議。在這裡我就想回應兩位議員的說話。第一位就是我們李卓仁議員走了了 ,OK, 講完話就走。李卓仁議員剛剛說我們民建聯就是就葉建源議員的修訂我們是不支持的，對，我們是不支持葉建源議員的修訂，因為我們就在說這個奧數的主辦，葉建源他就在說就是 TSA， 即根本是在說兩回事。而我們呢就亦都好清楚，剛剛陳恆斌議員講咗呢，佢係支持葉劉淑儀議員嘅原議案嘅。好啦，主席，咁呢就我上一次呢就咁呢就係見到有一班香港嘅數學精英啦，咁呢佢哋呢就真係好雀躍，好開心。咁呢佢哋話原來咧就係佢哋話你多年前咧，好多年前咧，曾經以私人嘅時間咧，就抽出咗好多寶貴時間，為香港呢一批準備出去比賽奧林匹克比賽嘅學生咧，就係補習抽出好多時間教佢哋一啲技術啊，同埋數學嘅知識嘅。咁咧就亦都非常之感謝你嘅。咁咧好啦，另一樣嘢咧，我想回應一下咧，就善仲佳議員啦。咁善仲佳議員咧就話咧，葉劉淑儀提出呢個動議咧，就係想逼政府啊，話逼政府做贊助人啊咁樣。即係我諗善仲佳咧議員梗係唔支持學生啲呢一個咁嘅數學啊，或者點樣啦，係咪？點解你會話葉劉淑儀提出呢一個議案逼政府去做贊助人啫？喂，你贊助學生係個心啊嘛，我都講啦，我都係以個心，雖然我個金錢係微薄嘅。但是一個心做事，我以個行動出來嘛，是吧？我們葉議員今次也都是，葉劉淑儀議員也都是以一個行動出來，他拿一個寶貴的動議時間是為學生爭取一件事嘛。那其實很明顯的， OK， 目的不是說真的政府你拿個一兩千萬出來，不是這些錢的最重要的問題，最重要就是希望政府能夠更關注，政府既然能夠支持贊助的話，相信這個社會上更多人會關注重視這個數學，香港數學的發展。另外呢，也都是香港作為東道主，好好看看你有100多個國家的代表來到香港，即是我們都做好這個地主之宜，香港是一個國際都會，總不會說做到即係唔湯唔水唔知乜嘢咁樣啦，係咪？難得今次即係中文大學阿岑教授嗰度能夠係攞到呢一個2016年嘅比賽主辦權，係嘛？即係眾所周知咧，即係其實我哋數學即係非常之重要嘅，特別喺而家我哋香港未來發展，即係究竟個產業高增值產業何去何從？大家仲喺度研究摸索努力之間，但係起碼大家好清晰，即係我哋而家其中一個重點發展嘅產業金融業或者係未來喺科學工程、醫學、經濟學等等，數學都係好重要，都離唔開嘅。你就算啱啱上到去月球，即係嗰個嫦娥嗰部車上高有一個叫月兔嗰個 camera 咧，嗰個都是我們香港理工大學的發明，這個也是離不開數學的根基的。
所以咧，我希望咧，我哋香港係作為一個國際都會，每年咧就舉辦有好多盛事大事啊，電影嘅大事啦，嚇、啊、又有啊，連沙灘排球賽嘅大事啦，嚇、啊、文化嘅運動嘅乜嘢都有啦。咁可唔可以除咗動漫啊之外，能夠係全力支持我哋啲學生，好好睇睇？做一次為啲青年人搞一次呢一個國際嘅盛事咧，嚇、啊！所以希望即係通過我哋今次咧，香港獲得呢個2016年嘅 IMO 主辦權，希望通過呢次能夠真正帶動我哋全香港對數學同埋科技嘅熱情，同埋希望個社會各界能夠重視香港數學嘅發展。啊，本人謹此陳辭，多謝主席。